Hello，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其实全部都很期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秀，也是一个新鲜的尝试，然后也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一个秀场。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包吧，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方方正正的包，包括比较那种有棱角的包，所以就是买了很多 LV 的包。这不知道，没有具体的算过，就。可能早晨起来跟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比较多。最近有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因为可能最近在拍戏，角色的原因，也在学习如何的做一个合格的销售跟带货。就是能在新戏里面有一个新的挑战吧。然后目前拍摄的这部戏会跟以往的形象非常不一样。我非常喜欢上海，然后也非常喜欢上海的秋天。我觉得今年可能就会花多一点时间在上海度过一个比较舒服的秋天吧。然后之前一直是在上海拍戏，对上海的感情也是非常的深。最上海最经常去的地方可能是，就是吃东西吧。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索订阅风视频。